是245人参加比赛。这一次大赛比赛时间只有15分钟，这个时间都是卡死的，就是15分钟。做的越多越好嘛，做对219道题，只错了3道。有全队的是做对了166道题，不管是加减乘除，都可以通过左手与大脑的配合呢，把它计算出来。而且呢，是从高位向低位算，左手呢都是计算个位，脑子呢就记忆10位。级别高一点的高手呢，他基本上就已经打到心脏了。挥的手越凶，那些小朋友呢，反倒是级别比较低一点的。看视频，单鹏派。